好，来我们看 exercise 二 D，还有我们找 HCF by listing method，所以36呢，我们知道一乘36，36，二乘18，36，三乘12，36，然后四九36，66，36，然后48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有一四十八，四十八，二乘24，四十八。三乘16，四十八；四乘12，四十八；四，然后接着六八，四十八。好，在这一边他们一样的有什么？一样的有一，有二，有三，有四，有六，然后还有12，然后18没有，36没有，所以。我在这边，我们知道它的 common factor 是一二三四六十多，so 它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呢是十多最大的那一个，这一个。好，接着我们这个16跟27，一十六十六二八十六。四四十六，一二十七二十七，然后三九二十七，然后他们一样的只有一可以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common factor 是一，它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也是一，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。OK，然后接着十六一十六十六二八十六四四十六。一二十八二十八，二乘十四二十八，四七二十八，一三十二三十二，二乘十六三十二，四八三十二，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，所以它一样的有什么？有一，有二，有四，然后这一个有八，可是这边没有八，十六也没有。所以我在这一边，它的 common factor 是一二四，highest common factor 是四。好，好，接着十八，一十八十八，二九十八，三六十八，一七十二七十二，二乘三十六七十二，三乘二十四。七十二，然后四乘十八，然后六九六六一六六乘十二七十二，然后接着是八九七十二，所以它的 common factor 有这个一一二二三三六六。九九十八十八，所以是一二三六九十八，so 它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是十八。接着下一题，一十五十五，三五十五，一十八十八，二九十八，三六十八，一二十五二十五，五五二十五。So common factor 的话呢，就只有一，还有八两。OK，我还以为这个有五，可是十八没有五，三这个没有三啊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它的 common factor 只有一而已。OK，so 它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呢，就只有一而已。五十。一五十五十，二乘二十五五十，五乘十五十，OK。一七十五七十五，三乘二十五七十五，五乘十五七十五，一乘一百一百，二乘五十一百，然后四乘五二十五一百，五乘十二十就一百，OK。四乘二十五。五乘二十，四五二十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，
我的 common factor 有这一个一，啊，这个二它都没有了，我三五五十，它没有十，25，还有25。OK，然后50，这个没有50，所以它是一五25，所以它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是25乘25乘3，75乘4，100，所以它答案是25。